来，过来。现在很多人呀，他们拍视频都是想赚你们的，而我呢就不一样，我呀今年就想帮帮你们。像这么好的西红柿呀，露天种植的，在我们这里啊，今年价格不高，也就几毛一斤。你如果说爱吃呀，就这种沙瓤的，来我直播间，哥，朋友们过来看一下，来来来，看一下，像这么大的凯特芒，在你们那边被中间商收走，最少也要卖到4块多一斤吧，那也太贵了。看一下，我们这里是原产地，今年啊产量高，行情不好，我们只卖3块多一斤，还给你包邮到家。如果喜欢吃，下方小黄车就有。